跟王吉闺蜜在厨房。葵花点手。嗯，你干嘛？还我干嘛？你猜我干嘛？啊，那这位小爷，您要打劫之前，可否先把水关了？哟，没到小凉皮长得穷花玉貌的，还挺有爱心呢。严肃点。小爷，我今天想劫个财。你那手机不就在床上了吗？你也不就不知道密码？你答应这么快，是不是有啥诈呀？看来我不上点手腕，你是不知道我的厉害了。哎，真没有，真没有，真没有。哦，我现在不想劫财了，我想劫个、哎。我可告诉你啊，大姑是开客栈的，我小姨还会排山倒海，他们都认识苦快，那可都有人脉。但是你要给我放了，我就不告发你。你快点给我劫财。哦，还想劫个色，你还没瞧？好、哎、吗？其实吧，就是。刚才逗你玩的，我没有那些人脉。但是这位少侠，你看外面天色已晚，可否允许我把饭先做好，咱们吃个晚饭，然后你再结呢？嗯，那可由不得你了。哎，杨哥别闹了，我逗你玩玩怎么还认真了呢？你瞅现在几点了，我碗还没洗，菜还没摘呢，咱还不能吃完饭呢。哦，我知道了。哎，干嘛？解开呀。葵花，解手。